第3437集，一个个牌位看过去，吴家道的、美华的、包子的、秋莹的，现在又多了一个小马的，大伙心如刀绞。叶少阳把小青、小白从阴阳镜之中放了出来，经过了一个礼拜的休养，他们的伤势已然好多了。大家在牌位前静默良久，最后还是叶少阳召唤他们过去沙发上坐下。逐个看过去，所有人坚定的目光中都透露着一样的东西，报仇。就算对方是无极鬼王，这个仇也是非报不可。对三界之内最近发生的这些大事，叶小木和一干小伙伴起初是不知道的。自打试炼回来之后，他们一直在老郭的宅院里闭关修行。为了让他们不受干扰，老郭干脆把店也关了，自己给他们充当教练，各种指导和答疑解惑。之前一段时间的试炼，让他们每个人都积累了太多的战斗心得和经验，继续静下心来慢慢沉淀，应用在修行之中。这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再加上老郭这个最佳教练的悉心教导，以及各种珍贵的丹药，这些外界看起来十分珍贵的丹药，在老郭这里简直就像是阿司匹林一样，要多少有多少。最重要的是，老郭不滥用丹药，针对修行的不同阶段，会提供不同药效的丹药，保证发挥到最佳功效的同时，也不至于影响修行。于是，在一段时间的苦修之下，叶小木一干人的实力全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连最差的曹伟波也晋升了一重境界。叶小木因有奇遇在身，这段时间最初基础的巩固吐纳做的最多的事，就是炼化储存在轩辕剑之中的轩辕之气。一段时间下来，收获也是不错，将一部分轩辕之气炼化并且吸收进了气海之中，与自身真气一样，能够自由的驱使。不过这轩辕剑浑厚到了极点，纵然叶小木每天拼了命的炼化，也只能吸收极小的一部分，感觉取之不尽似的。他也不敢想象，如果把这轩辕之气尽收炼化了，自己的修为能强到什么地步。不过就指望自己现在这个炼化速度的话，恐怕炼到了头发发白了，也都依然无法完全吸收。尽管如此，炼化轩辕之气的速度还是远远超过了一般人吐纳修炼积累真气的速度，再加上叶小木有大周天吐纳心法，真气积累的速度是普通人的数倍之多。之前自己底子薄，要追赶上别人还看不出什么优势，时间一长，这种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加上轩辕之气双管齐下，叶小木几乎成了一个修行怪物。之前刚晋升天师不久的他，短短一阵子下来，居然又摸到了地仙的门槛。本来这样的日子可以持续的更久一些，但是这一天，叶小木手机上收到了陈小旭发来的电子版的邀请函，说是人神官选出来了，让他们速度前往少华山法术工会中心去观礼。邀函上说了，这活动事关三界众生的命运，在法术界来说也是空前的盛大，所以希望诸派弟子能去的都去。参会的条件是，道门弟子在真人境界以上，佛门弟子要在上人以上，阴阳师则在灵师以上，只要达到这个条件都可以前去观礼。我还是第一次
看到法术工会举办这么大型的活动，基本上算是人人皆可参加了。以真人为准入门槛，也是为了淘汰不相干的人。毕竟是法术界的活动，真人以下有很多外门弟子，严格来说连法师都算不上，让他们参加活动就很容易传到外界去。苏烟望着邀请函分析了一通，接着喃喃地说道，也不知道人神官是谁。那我们去不去啊？叶小木问道。当然去，这么重大的事儿，为什么要错过？大家兴冲冲地开始收拾东西。这个时候老郭已经走了两天了，说是要去外地办事，本来他们即刻就要出发的，但是叶小木正好卡在晋升地仙境界的关口，硬实力已经够了，差的只是机缘。这几天他打坐冥想，正摸到一些头绪，感觉再冥想两天说不定就能够突破境界了，不想立刻就走，不然换了环境，到了少华山有人多口杂，只怕是明悟的感觉就没了。而且明悟这种事，不是说这几天有事耽误一下，过几天就能再接着悟，一旦明悟的感觉错过了，要等的可不是十天八天，怕是十个月八个月了。反正离活动开始还有一周的时间，大伙也不着急走，就在家里等着他。接下来的几天，叶小木停止了修炼，每天到处闲逛，有时候去街上看人，有时候一个人去野外找个没人的地方一待就是半天。这种通悟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但总是差这么一丁点儿，一口气总上不来，这让叶小木感觉很憋得慌，心中却是不敢着急。明悟这件事最戒急躁，必须心无牵挂才行，而且大不了这次活动就不去了，也没什么太大关系。抱着这种情绪，叶小木继续着这种慢节奏闲散的生活。结果在第五天的下午，他一个人去逛了中山公园，结果赶上了下雨，只好在一处凉亭里躲雨。当时也没别的游人，只有叶小木一个人。一时间暴雨如注，叶小木站在亭子中间，望着对面一座草庐顶上的松枝茅草被雨水不断的打湿，然后雨水顺着屋檐流下来，形成了若干条线，风一吹都拧在了一起。这本是很自然的一种现象，但是叶小木起初看着觉得挺有趣的，后来竟然观察得出了神，一直盯着看，看那些溪流一般的雨水如何在狂风中不断的扭曲变换成各种形状。渐渐的，他竟然发现了其中的某种规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